我哋嘅世界分为福国、六国、寿国三国鼎立。寿国嘅元首想要统一世界，不过喺大战前夕，我竟然发现国家有背叛者。哇哇哇！你啲后期多到哇！我哋锁定咗五个嫌疑人，分别系成身绿色嘅爆尸，识少少魔法嘅士，个武器系支咪嘅歌神，神神花花嘅王走先生，成日着住铁甲嘅华裔，为咗令元首可以无后顾之忧，我誓要找出背叛寿国嘅奸细。讲，你系咪谂住出卖寿国？黐线噶！呢坛嘢摆到明唔关我事。哇！我见你哋鬼鬼祟祟咁。我唔讲错你啊，华啲。我未见过你除过呢套盔甲。我妈生我出嚟就有埋套甲。你再耍我啊！你信唔信我出嚟揿罐汽水俾你饮啊？嗱，橙汁、矿泉水、鸡精、菊花茶。有着我，偏有着你。呢只公仔系咪你同党？一嚟带只公仔走。你睇我只手指，你就用呢个 power 去背叛寿国咯。唔好再讲啦。而家进行认人程序，你逐个轮住讲，过嚟打我一棍。你讲先，你过嚟打我一棍。歌神，有着我，唔系叫你唱啊，叫你讲啊。掂晒。仲有你啊，啤啤熊！你讲得咁清楚，仲唔系你个二五仔？你唔好追我啦！有着我，我系华蝶。咁我哋而家有请福禄寿者联盟嘅咁多位学员出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哋系福禄寿者联盟，有晒队形咁啊，好劲啊！咁不如我哋而家有请现场观众同埋老师可以一起比分先。咁不如我哋而家同台上几位倾下偈先咧。你哋系点样拍摄呢一个短片？嗰个过程有冇啲咩趣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啊？我觉得最有趣系阿浩王要游绿色咯，因为我想化到自己个妆，一啲都冇人认得出，可以尝试先可以突破一下自己嗰个框框。我完全明白嗰个感觉啊吓。突破嗰个框框，但系佢今日就有个框框，好似突破。最惊都系我啊，因为其实。岸斗先生唔系佢哋本身，喺嗰个系列度嘅。咁啊点算咧？咁啊好彩老师咧就话得噶啦，你做翻自己，将你浮夸嗰啲嘢，尽量再夸张啲。咁呢个又系要多谢思哲老师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嗱，思哲佢哋就系咁多谢你啦。咁你又觉得佢哋呢个表演点啊？虽然辛苦啫，不过拍摄嗰阵时大家玩得好开心。咁啊，佢哋全部 get 晒我想要啲乜嘢。咁而家出到嚟，剪咗出嚟，满唔满意啊？好满意，非常满意啫。希望个分你都满意啦。咁不如我哋又一齐睇下罗老师系点睇？嗱，嗰条片拍得好好睇啊！即係好似好大片格局咁樣啊！但係以假亂真嗰度咧，如果我要比分啊，雷神，我比佢似雷神定比佢似張學友咧？冇錯啦，我就係矛在呢度啦。個外形似雷神，佢演繹就張學友。
哦，系我就出咗两个分佢，我就出咗呢一招啊，妈妈。哦，呢招就系你嗰啲，系啦，少少矛招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我就好知道 Professor 收想做啲乜嘢，因为其实佢挑战一个好大嘅难度，就系扮上扮上扮，亦都明啊。阿罗老师啱讲嗰个就系因为扮上扮上扮，咁啊变咗又会有少少刹那间咁短时间未必 get 到啦。咁咧就另外咧，我觉得有部分系真系似嘅。如果你能够加少少嗰啲 character 之间或者咩引起佢哋少少 conflict 咧，就好睇啲。知道知道，多谢多谢，多谢你哋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咁多位老师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好，我哋一齐睇睇添收嘅分数。外景人部 ，Hello， 祖蓝，我系史诗柏芝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薛之谦。嗰三个只系一个系真嘅啫。今晚不需要真相。今晚不需要真相。我哋一齐睇睇添收嘅分数。专业评判35分。观众评判35分，总分70分。辛苦晒你哋，唔该晒。Thank you。分数啊，暂时我觉得系问嘴嘅，不过唔紧要，我哋都继续啦，OK 嘅，我好满意。